新年要到了，老婆，你打算煮什么菜呀？对哦，这么快就新年了，嗯，我想我可以煮一个红烧鲍鱼。红烧鲍鱼，西兰花、玫瑰盐、大蒜、石油、香菇。 并用冷盐水浸泡10分钟，将菇用水泡软，将西兰花切成适合入口的大小，将泡好的西兰花放入滚水煮5分钟，将西兰花渗入碗中，然后将西兰花盛盘，热热油锅，将大蒜倒入锅里，爆香蒜片和香菇。 加入鲍鱼汁，以小火煨煮香菇30分钟，把香菇和鲍鱼汁盛盘，把鲍鱼倒入锅中热一热，将鲍鱼盛盘，饭了，香菇红烧鲍鱼，哇，mushroom，